新一年的愿望啊，新一年的愿望果然是赚更多的钱，好好工作，好好学习，明年更上层楼。希望我的公司越来越好。我就是这么决绝。对，表情不可以录进去。希望我们公司越来越好。挣钱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开玩笑，就是希望喜欢我的人，然后和我喜欢的人，就是身边的朋友家人和同事成员之类的，就是健康方面不容易的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祝发大财什么的感觉太俗套了，就是希望都能平安吧，就是比较身体健康比较实际的，就是万事顺利吧，万事如意，也是就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希望自己身体健康，然后希望爸妈呀、还有朋友啊，就是都可以顺利。今年愿望就是可以许完愿了，不能告诉你们。你有说愿望，如果要说发大财的话呢，我觉得也确实是俗气，什么越来越美丽呢，也感觉很虚假。然后来一个实际点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买张彩票能够一下中个500万吧，快乐快乐。有这500万想干嘛？有这500万，有这500万，先拿一点出来投资投资。我们这个 SH 这个组合，然后让我们亲爱的老板坐下来，来你包个饺子给我吃吃。该怎么说？今年希望我可以健健康康、白白胖胖，真的希望可以发财，赚更多的钱。今年的心愿啊，就希望就是身体健康吧，然后就希望。就是身边就是不要有太大的那种，就是那种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就是好的事情还好，希望是身边没有坏事。2008，希望明年可以挣更多的钱，然后呢，就是反正这个自己的私事不想跟大家说了，就反正是赚多点钱，然后呢，希望工作方面可以越来越顺利吧，然后希望明年的自己也可以更加进步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放放松啊，或者是做一些想学的乐器啊这样的之类的。